你太长美人鱼了。我想问你，我想问你，那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你要怎样？拿下来一下就好，没有了。不可以。你可爱的脸庞让我心上的风风跳，好美啊！我们刚才讨论是整发的假发，谢谢我。你太长美人鱼了。我想问你，我想问你，那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你要怎样？拿下来一下就好，没有了。可不可以放轻轻一下下就好？不可以。这小孩，我看到你那一只眼睛。其实没有讨论哎，真的家人都没有讨论，就都是。在问说那个真的是先生看到这首歌啊，你有打扮这么是有趣，有没有演？就真的没有讨论，真的哦。就是这个红了，他有没有聊过这件事情？哦，我们到现在还没见面，不然有那个绯闻。以后开始有了解自己的钱，就是你开始赚了。很抱歉，没有什么钱收着，我还在付贷款，因为阿令这个太贵了。我本来不知道女主角真的是他，嗯。对，到拍现场的时候，谢和弟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是他。应该是说跟他的公司的人讲好说要过去，然后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知道，感觉他的活动蛮多的，现在很替他开心。这个价格是有甜甜价吗？没有价格，没有价格，友情赞助。对，因为想说有一个。很特别的突破。那我本身私底下就比较活泼，比较乐观，所以就会想要有一些在造型上面可能有不一样的尝试。当我听到演唱会巡演，然后接下来我想要到哪边，就是海外巡演的话，接下来就是去美国，美国 Vegas 跨年应该会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